恶魔，你在干嘛？你怎么变成巫婆了？还好意思说，害我一个威风凛凛的恶魔，现在变成了一个巫婆。评论区里都说你的胶带裙好看，我就不服气了。这都是粉丝的爱，太感谢你们了，为你们自己亮起五颗小星星吧。哼，太可恶了，我要再跟你 PK 一次，输的人要隔离14天。来就来，谁怕谁。看好了，变。哇，这个盒子挺精致的，上面还有玫瑰呢。这回我可使出的是超级无敌漂亮的夜光胶带球，看好了，关灯，真的是黑暗里的一道光，就跟我一样天下无敌。好看这么一丢丢就嘚瑟成这个样子，看一下我的真本事。哇，盒子还蛮大的嘛。当然，给你看一下什么才是漂亮，是不是很紧张呢？哎，看见我这个土豪金胶带球了吗？金灿灿的，还闪闪发光呢，让人爱不释手，是不是很好看的样子？什么好看不好看，切开我就知道了吗？这回你输定了。小伙伴你们追一下小老师，看一下我们谁的更好看。这个恶魔一定没有看见过我金色的彩虹胶带球，这回要让他见识一下。来了来了，好紧张啊。哇，舒服。哎哎，看到吗？有点彩虹的颜色。哇，我这一个真的是超级漂亮，金灿灿的彩虹，切开的瞬间太解压了。哦，里面还有这么多颜色，一层一层的，好美哦。你知道我这个彩虹一共有多少层吗？哎，好像没有了。难道这个就是球星啦？像不像一个金色的花生米？转过来就是超级漂亮的彩虹梯田。恶魔，这回你输得心服口服了吧？嘿，哈哈哈！雕虫小技，还是看我的夜光粘粘球吧！我要把你狠狠地切开。哼。怎么回事？里面没有彩虹的？是我哪里做错了吗？只有球星，啥都没有？这样我岂不是要隔离14天？不行，我绝对不能输，我变！你看，这不就是彩虹胶带球了吗？这明明是我的，在我手上就是我的了！胡说八道！小老师们，快来帮我评评理，到底我们谁胜出？喵耶！